噔噔噔噔噔。大家都已经看过这五架 Vidalman 了，现在要秀给你们看的是我在 eBay 买的。Hey, Mr. Root. Ah. 就是这两架。这两架的价钱加 shipping fee 是差不多60多块，很贵，可是也很值得，因为他们是已经没有在卖了。这个是那个 Founder of Vidalman， 日本人来的。Silver Vidalman， Red Vidalman。这个很有童年回忆，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蓝色的，可是后来不知道跑到哪里了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来，回忆那个蓝色的。但这个其实也是我弟弟送的，这是我自己买的，这才是我弟弟送的，这其实是 sticker 的，你看，它不是 part of 那个东西来的，我还不舍得到，可是我想以后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。还是舍得的时候就会到我，可是现在我是不太舍得了。这几架就是我的 Vidalman， 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再买多几架。可是因为他们其实蛮贵的，如果没有 sale 的话，所以希望快点有 sale 啊！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